我叫于晴，我而家喺屋企 online learning 翻学。起身啦，跟住食早餐啦，跟住开电脑，开电脑我就有个时间表嘅，咁有啲 link 啦，咁我就会跟住个时间表就揿啲 link 入去啲课堂度。老师会好似平时一样咁点名，老师有个 function 系可以 share 个 screen 啦，所以我哋会睇到佢喺度讲啲咩，咁就会清楚啲，同埋可以抄笔记。其实差唔多，因为学啲嘢都系学翻同一啲科目。爭得遠啲啲就有體育堂啦，咁老師就俾咗啲例子啦，又 show 我啲 YouTube video， 就係喺屋企點樣可以健身啊、長高啲啊咁樣，咁我哋就跟住去做啲動作咯。同埋我都覺得幾好啦，因為如果唔係我就會好懶咯，咁有啲嘢做個身體就好健康咯。那個運動對於學生嗰個係非常之身體嘅成長啊，各樣都係非常之重要。呢一班年輕人平時應該係扎扎跳、好活潑嘅人，而家既然要坐曬喺屋企，咁所以我哋覺得加添呢啲咁嘅課程落去咧，係會使佢嗰個學習生活係更加多姿多彩。我哋2月5号正式开始这个实时网上是跟住学校的本来的时间表去等啲学生上堂的。我哋在好几年前已经开始了学生是在课堂里面和老师呢都是很善用这个资讯科技。他们用 iPad 上堂呢已经是一个很日常的东西来的了。尤其是会想象到呢，就说现在时间是一长的话，即是停课日子一长，我哋很希望用这个方法等学生呢是会有一个正规每一日好个好规律的学习生活。So today we will go through some common mistake. 基本上我可以很容易可以 adjust 到课堂的进度，但现在呢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测试到或者是可以量度得到他们的进度。最近中午呢我教一个 3D trigonometry，即係啲三角學嘅嘢，其實係有啲立體嘅部分喺度嘅。咁以前咧，我可能有一個 model， 真係實體拎上嚟俾學生去睇下，究竟個角度係幾多啊？而家又唔得㗎，咁我就要諗辦法去用唔同嘅 model 或者係上網嘅材料，俾佢哋去感受或者學習。有好多坊間嘅教老師都會話基本上逼咗好多以前用 IT 嘅老師都要用一啲嘅工具。因為很多嘢，即網上課堂是不能夠代替實體課堂的，但是我哋可唔可以攞網上課堂一啲優點同元素，可以帶入到去將來我哋嘅實體課堂去應用，使到我哋實體課堂嘅效能會提高呢？我諗係一個我哋可以再思考嘅一個方向咯。